前一年2019年我们要来开箱，今天就让五百万来介绍一下这一次我们新入手的这个游戏。哇、哦、OK， 今天要试玩开箱的就是这一款，然后呢它有很多小游戏，它叫做 Super Mario Party 超级玛丽派对，专属为这一个 Nintendo Switch 设置的。你练东西就是，然后它的那个包装呢就是这样子的，它的背后就有写很多的 mini game， 还有下棋耶，最多可以四个人玩，非常的有趣。可是我们有两个包了。对，目前我们就是试玩它两个的，然后下次我们再请邀请朋友一起来玩 ，OK？ 然后 OK 好，然后现在呢，我们就来开箱它。哎，你有剪刀吗？没有。你就开掉了。是，我就徒手把它拔开了。哦，而且 ，a small small missing。然后它的卡带，卡带很小呀，里面有一个，哎，给我看，全家福吧。哦，这是 Happy Birthday。阿佩。我们就来试玩吧。Let's go！ 哇，我刚刚看到一个袋子在那个门那边，他要丢那个门，我看到那个 Five One。不是啊，是两个人啊。谁才是第一名的超级巨星？什么？所以他有很多个角色哦。你不要吓到我！什么呀？美。那开场 Q， 你要谁？我要 Mario。你要 Mario， 这样我就 Luigi 啊。好啦，你是 Mario， 我是 Luigi。OK。Yeah， 所以我们现在进入。要怎样？OK， 好，我们可以进去啊，走 ，Mario Party， 成为节拍王，河川生存战什么鬼啊？我们是先进入 Mario Party， 什么按钮？这三个选哪一个？这个 ，OK， 我60分钟啊，我们揣看哦。我嘞，你来一起。哦，到底是怎样玩的呢？他这个应该是下棋的吧？我不知道，那个你要上去打他的上面，这一直打的话就死掉。Yeah， all right， 开始喽，第一回合。哦，对喽，刚才也是有到十嘛。OK。Oh yeah！ 哈哈哈哈哈哈！差一。到你。你可以选那个骰子，你要哪一种骰子？这个。OK， 等他。OK， 可以敲了。哦耶！哦耶！
小游戏哦，所以每一局都要有一个小游戏。美味美式松饼，哦，我懂这个游戏讲完了，就是每回合都要这样啊。OK， 是试玩，现在正式玩。快拿，快拿！咪，快点拿！啊！我在猜，超难。Yes， 我根本你是。等一下，我也不知道它是怎样的。Oh my god！ 你不要再演了，我可以。这么你这演吗？好 ，OK OK。所以他一直要打到那个球，然后延长时间，你才可以往下再走。然后我们现在试的是 Mario Daisy 节拍王。啊我们已经经营了。好玩。哦，没有。你觉得怎样？哪一个比较好玩？划船很美，划船的很美啊！可是那个跳舞是很美。嗯，划船的也是很好玩。划船那个我们只玩到，我们只划到这么一点点，也太难了。就这样。可是我们没有拿到一个 blue。OK。好啦，今天的介绍呢，今天的开箱呢，试玩就到这里。好玩。就是喜欢我们影片吗？喜欢的话记得要订阅，然后要按赞，然后记得帮我们分享，还有记得按小铃铛。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